我们也是怕你被骗啊。这个是老套的啦。不是啊，我老套的。老套是指警察老套还是他老套？你也老套了，他也老套了。啊，我们就警察，你们就还是你们觉得我们不是警察？阿姨你好，阿姨你好，哦，他出事，十号十号，没事啊，因为他们这个有跟我们联系，跟你讲，我真如果是他这个样子，我就不要他那个。打电话去张颖，他说他这个开户才开几个月而已，然后今天的交易。哎，是这样子了，我们也是在跟你拜托，小姐，但是我有很多的事情还要办，我们也是怕你被骗啊。这个是老套的啦，不是啊，我老套的，老套是指警察老套还是他老套？你也老套了，他也老套了。啊，我们就警察，你们就还是你们觉得我们不是警察？你们两个自己去讲吧，不是啊。今天用什么跟你联络？赖，把手锁掉了。赖，然后赖了以后，然后再叫我加进自己这个交友网站。他那个赖，他的赖的昵称是不是可能叫什么静静啊什么？对，最标准的，他一定会叫你到一个网站嘛，然后叫你可能储值还是干嘛的，对，先存一笔钱，然后之后干嘛要干嘛，他然后要再拿一笔可能点数还是钱，然后他才能做什么？您怎么知道？后面的话，你要请他，你要把你主骗人的啦。对啦。哎，你有看过本人吗？你一定没看过本人嘛？对啊，这是最标准的手法。今天用什么跟你联络？赖，把手锁掉了。赖，然后赖了以后，然后再叫我加进自己这个交友网站。他那个赖，他的赖的昵称是不是可能叫什么静静啊什么？对，最标准的，他一定会叫你到一个网站嘛，然后叫你可能储值还是干嘛的，对，先存一笔钱，然后之后干嘛要干嘛，他然后要再拿一笔可能点数还是钱，然后他才能做什么？您怎么知道？他就最标准的最经典的。他跟我讲说，你如果要见面的话。18000，18000，到时候他会叫你。那个都不要理他，他都是骗人的。他只会一直跟你，因为你会很希望跟他见面，他就会一直跟你讲说你再买多少，再买多少。那请帮我呼吁，网络交友圈现在非常普遍，但人要谨慎小心。民众遇有哪些状况，两个立即拨打165来，诈骗专线来做咨询确认。那也勿上网，那购买游戏点数，听信诈骗集团的实时操作 APP。我们要汇钱之前，跟扯到钱之前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做一个，对啊，辛苦钱啊，不要这样随便就丢出去，哎呀，谢谢 ，OK， 这种就不用再理他。
怎么觉得我们不是警察？你们两个自己去讲吧。不是啊。哦，哎，算了算了。